变到最大的，知道吗？不知道你是不是？哇，这好多人多哎，多人多应该得这样吧。因为真的太久没有在香港办演唱会，非常想念大家。我们第一次在这么辽阔的一个场地，户外场，然后又是一个面对岸边海岸的感觉，又是这个高楼，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。之前都是在红磡室内，今天是在大户外，应该会很过瘾哦。林友哥。想念啊，想跟你合作啊，秀哥，我在演唱会都有提到你，所以希望你记住我，红哥，谢谢你的餐点，谢谢你的小礼物，听说就是你非常喜欢的这个小点心 ，Thank you， Eddie， 有空可以来一起唱歌，好不好？欢迎你，欢迎，很久没有唱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母羊座 ，OK 的，随时欢迎你。Thank you, Eddie. 五年以前的今天，3月17日是什么日子？送锁第一站的上海站。难怪我今天不太舒服。因为我记得那一年的第一场，我是哇，好惨。但是是好的开始，好的开始，但是身体不是太好。我记得唱完是很累的，所以今天有一点点不舒服，一点没有那么惨，但是会是顺利的。Yeah， Hong Kong K1 Fighting，Let's go， 欢迎来到飞机中间，谢谢各位朋友。Day two. 这就典型的诱惑。什么？又不吃油？在哪？在哪？快了！便当的里面的那个吗？不加酱。每一场来看我的家人，再讲一次，今天天气真好。你用别的方法让我知道你觉得天气很好。这还要来一次，天空很浪漫。海风徐徐吹到我的脸颊，终于流下来不是泪水，是感动的汗。
complete Hong Kong. See you next week.